大家好，我是李医生。那肠息肉呢，为何会传给家人？总的来说呢，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。第一呢，就是家族遗传，遗传因素是导致肠息肉出现家族寄居的首要原因。如果一个人的父母有肠息肉病史，或者父母是肠息肉的高发人群，那么子女出现肠息肉的概率呢，就会增加很多。所以一个家族当中呢，很可能不止一个人将来会患肠息肉。第二呢，就是相同的饮食习惯。一家人一起用餐，每天吃的东西都一样。如果家庭中有不良的饮食习惯，全家患肠息肉甚至肠癌的几率呢都会升高。第三呢，就是生活方式相互影响。那炎症呢，是导致肠息肉发生的主要因素，而不良的生活方式呢，会让身体产生炎症反应，比如长期压力过大、焦虑紧张、熬夜、饮食不规律等等。那家庭成员之间的生活方式呢，很容易相互影响。长期受这些不良生活方式影响呢，家人们很容易患上相同的疾病。那第四个因素就是幽门螺杆菌传染。这虽然不是致病的主要因素，但是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呢，也会诱发结直肠息肉的发生。因为幽门螺杆菌会刺激肠道内分泌异常，刺激肠道黏膜增生，不仅促使息肉形成，还会增加胃溃疡、萎缩性胃炎等等其他消化道疾病的风险。那幽门螺杆菌呢，可以通过共同进餐传染。如果家庭饮食卫生做得不够好，一人感染，其他人也很容易被传染。一种呢，就是容易诱发息肉的慢性病在家族聚集。那糖尿病和肠息肉呢，是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如果长期血糖控制不佳，会逐渐造成周围神经损害以及皮肤黏膜防御屏障减弱等等，容易引起感染，并且呢，感染后炎症不易消退，导致呢，糖尿病患者患肠道炎症的概率比较大，进而引发了肠息肉。那糖尿病本身就有比较强的家族聚集性，如果患者患病多年，并且不加注意，那一家之中呢，多人患肠息肉的可能性就比较大。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，关注我，了解更多健康知识。